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啊课程啊进入大教缘起啊第三。啊，那首先。啊，也感谢大家关心啊！啊，承德这段时间体力恢复不少啊，大家应该从我的气色看得出来啊，所以很惭愧让大家操心所以这个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啊，不敢毁伤，啊，孝之始也，啊，自己要从啊这里下功夫。那《无量寿经》，啊，我们这一次着重在呢，将经典所教，包含师长所教我们能够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所以这个大教缘起第三品我们上一次提到了阿难尊者也是我们的学处他能配合佛陀的教化。主动请法，我们人生什么时候需要配合大家感受感受什么时候需要配合现在就需要了，是吗？哦。比方假如现在荧光幕上有一个同修呢在梦见周公其他的同修说：“哎呀，我昨天也没睡好就开始起连锁反应。”或者有一个同修聚精会神，那个听课的专注。可能震动其他的参与者，所以佛法就是当下一念真心，就是佛法当下懂得。怎么珍惜当下的缘分？珍惜是真心我们学佛就是恢复真心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谈到人不能在状况之外这都是状况外了。这个就是不会配合了，那不会配合呢，那就会添乱了，所以诸位同修我们会不会配合另一半呢？配合另一半，在亲戚朋友中应对进退配合另一半。教育孩子俗话讲“妻贤夫祸少”这些话都很有道理都是我们修行的重点印光祖师教导：“
师长老人家常提的16个字，代表他老人家一代十教啊，这16个字是纲领了。敦伦敬奋，贤协纯诚，幸愿念佛，求生净土。敦伦敬奋，老人家怕我们忽略这16个字，用心良苦，加上是大道啊，敦伦敬奋是大道啊，五伦大道啊，菩萨道在哪里落实啊？人无伦外之人哦，学无伦外之学哦。没有说我学大乘佛法，但是家里的关系处理的一团乱，那这个铁定是学错了。菩萨道没有离开五伦，因为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功夫就在处理好伦常关系啊。好，我们佛门是师道，师道是师生关系啊，师徒如父子啊。哎，这个老师跟学生怎么没有列在五伦呢？因为这个师生关系啊，横跨了好几个伦常的精神在里面。师徒如父子，这是父子关系呀。有时候这个循循善诱啊，一直在辅助，在支持，又像兄长啊。有时候呢谈的很开心无话不谈这个剖心自腹就像朋友一样说师友师友啊，又像朋友关系，所以连佛门也在五伦当中啊，并没有超过去。关键在呢，我们在五伦关系当中啊，敬本分，但是啊，又不产生情执。用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啊，去经营五伦，所以没有是出是法，是出是法二法。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特别强调，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大家有没有印象？六祖坛经特别有一段经文在强调不二法，但是我们冷静看看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念头，常常都会，哎呀，我很不愿意做家里这些事儿。这种事，这个烦恼从哪里来的？根本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自己的心起了分别执着了。
这才是烦恼的根源啊！这个跟当前家庭的境界没有关系啊，是自己的念头。有时候还会起一个，哎，早知道就不结婚了啊！你看这些念头都不能安住当下啊，常常在那里懊悔。妄念相续啊，修行从根本修啊，就是念头啊。哦，藕益大师说：“观心为要啊。”其实净五伦本分呢、啊，也是持戒呀、啊，本分应该做的。这做人的规范呢、啊，实实在在讲，持戒的根本呢、啊，孝亲尊师啊。一个人夫妻关系处不好，谁最担心啊？父母啊。那你说这个孝亲基础不牢啦、啊？《论语》里面提到啊，父母为其疾之忧。父母呢，只担心孩子什么生病的时候，代表呢生病以外呢，不让父母操心啊。所以我们生病以外还让父母操心啊，这不对了，这做人还不足哦。哎，《论语》是我们做人的标准啊，啊，还让父母操心，哎呀，我那个孩子很冲动啊。你说当父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心有安吗？哎呀，我那个孩子就脾气大、啊，哎呀，不知道会出啥事啊！还说在学大乘佛法，有名无实啊！啊，要名副其实哦，名亦福也呢，名是福报呢。哦，我是学大乘佛法的，挺风光的啊。啊，名不符实，会折福报啊！这大乘学人，首先心量要相应，好，没有不能包容的，人事，大乘行人以四大菩萨为榜样。第一个，地藏菩萨孝亲尊师，才能开发我们心地的宝藏。再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哪有不能包容的人？观世音菩萨随时可以体恤人家的心，观世音呢？当然哦，观世音菩萨首先是什么？反闻闻自性啊，反观啊，观自在啊，观我的自性在不在啊？不能被贪嗔痴给控制住了，往往都是发完脾气才后悔，不行啊，我得当下观照啊，稍微有个小征兆冒出来，阿弥陀佛，这个贪嗔痴就要把它扶住了。佛法是内学，所以观音是反闻反观啊，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反观自性之德能，才能开显呢。反观，把自己的分别执着的念头能够彻底放下。观世音菩萨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他入什么境界啊？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啊，跟诸佛如来的同体大悲啊相融了。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六道众生的苦啊，他完全可以体会，所以叫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交流到啊，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孩子的心呢？观世音呢？孩子是我们有缘的众生呢，是有相当缘分的众生呢。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他内心的状态？我们在哪里行菩萨道啊？在父母子女关系里面行菩萨道啊。菩萨道在各行各业啊，在每一个角色本分上啊，佛法就是生活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啊，所以诸位同修啊，我们每天啊，当然睡前啊，要万缘放下啊，然后呢，躺在床上啊，我要走了啊，啊，当然不要去告诉你亲家人啊。我要走了，哦，他们不理解，吓坏了啊！自己练习啊，每天躺在床上，晚上要睡觉了，练习往生啊，阿弥陀佛来接我吧，说不定真接走了。有没有人说我真的很想去啊？可是我还有两个孩子啊。你真的很想去，有两个孩子哦，你真的能去，赶快去，往生就做佛了，是吧？那孩子怎么办？你都做阿惟越智菩萨了，你还担心孩子干啥？哦，当然哦，这个是我们内部交流啊，这个大家要有敏感度啊，哪些话对谁讲，哪些话不能对谁讲啊，面对境界要清楚啊，你不要净给你先生说我很想现在就走，哇，你会把他吓坏了啊。啊，我一个人多辛苦啊！啊，你不要讲话去吓人啊、哦！说实在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他生下来就带着他累世的福报啊！你看他的面相，耳垂那么长，饿不死啊！当然啊、哦。
啊，比方说我跟我很熟的啊同修啊，我说你真的走得了啊？你的孩子我负责。哦，啊，这个是很熟悉的啊，这个知根知底的，那能这么说了，是吧？啊，假如遇到冲动的啊，搞得他们家啊鸡犬不宁，那我这个出家人就罪过了，是吗？他又很冲动啊，要跑去跟他另一半讲，那我就头大了啊，到时候我都上新闻了。这陈德法师叫人家不管孩子，直接往生。哎，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啊，也要对没学佛的大众要有敏感度啊，不然现在微信时代啊，一传全世界都知道了，会不会对佛法误解？哎呦，今天的课我看要剪切一下啊，哎，这个之后再来商量啊。现在人很容易激动的，他又不理解，他又觉得自己的看法很对啊，到时候给你泼上去了。你看，哎，接不接受治疗啊，还是一心求生净土？这个都要看情况建议，甚至啊，看情况说话应对，不然你的做法，他的亲戚朋友不理解，可是他的亲戚朋友影响力又很大，有没有可能一件事情啊，他搞得很大？哎，大家不要小看哦，我们刚刚讲啊。要会配合啊，有时候出发心是为了护持正法，结果搞到最后我们智慧不足，考虑不够周到，可能给佛门添了大乱子都不知道啊。所以大乘学人的榜样，第三是文殊师利菩萨，要有智慧啊，悲智双运啊，不能激动而已啊。我们提到佛的十个号，其中一个应供，师长还提醒啊，供养出家人都要有智慧啊。所以啊，什么时候能不悲智双运啊？不悲智双运，好心办坏事啊！我们冷静想想，好多我们佛弟子啊，出发点都是好的，结果很多事情搞得太过了，还让师长老人家背黑锅啊！一直成病啊！执着啊，帮亡者助念，哇，那就很执着呀，一定要把他助念到往生净土，哇，那个净啊，很猛啊！然后助念到啊，那个亡者想吃饭也不让他吃了。你赶快一心求生净土吧！搞得那个人家这个病重的人，家里人要来关心了，他都不让，就很激动，很执着，那个执着进来了，谁讲都不听，搞到这个病重的人，甚至是他家里的人都烦恼很多。我们在这个世间要恒顺众生，这普贤行里面呢，很重要的
一点啊。所以我们假如这个智慧啊不提升，真的好心办坏事啊，是很难避免的。所以办事啊，不能激动，不能基于意气，不能迁于感情，要随顺经典教诲做人做事。玄奘大师一生弘化，这在佛门呢的贡献呢，真的是无能能出其右啊，贡献太大了，翻译经典的量空前的，后人都赶不上，超过前人，后人也赶不上。他最得意的弟子辩机法师啊，《大唐西游记》啊，就是辩机法师啊，挑灯夜战呢，帮大师完成的一本巨作啊，唐太宗看了欢喜的不得了。大力护持佛法，大师也是恒顺众生啊。太宗皇上很注意这种西域的风土民情啊，他首先开始不是很兴趣大乘佛法，玄奘大师也不执着啊，满皇上的愿啊。看这么清净的弟子，最后人情事理不懂啊，跟唐太宗的女儿产生感情，出了情况。你说那么净的弟子啊，他不是也是一心的护持大师、护持佛法？但是一个不小心犯的错啊，有可能将大师一生的成就毁于一旦啊。这是唐朝发生的事哦。我们今天护持师父上人，护持弘法的人，有没有可能出现呢？重大情况让这个弘法的因缘毁于一旦，所以儒家讲谨慎为保家之本啊，谨慎才能保住家道，也才能保住团体啊，保住正法。这个承德是深有体会啊，自身一个不谨慎，关键的人甚至是相关的人一个不谨慎，或者出了什么状况，都有可能把这个因缘呢障碍住了。你要像承德，我们带领团队啊，责任很重嘞。你看父母都是我还没出家以前，蔡老师啊，我孩子就交给你了。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啊，
他的孩子出点什么情况，那他一定要承德负责。那我也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呀。好，所以等于是我们直接带的同仁学生，这跟承德的法缘可能都是分不开的喽。怎么讲到这儿来了可能是有感而发。这条路啊，19年呢、出现不少情况啊，真的一些情况啊，假如不是人家父母的理解种种啊，那真的就卡在那里了。这个真的不是人干的事啊，都是佛菩萨加持啊，祖宗的福报啊。但是也觉得越来越要理智啊，越来越要谨慎啊。好，所以要会配合啊，不能添乱啊。所以承德啊，也要期许自己不能添乱的、这个身体照顾不好，人家一说哇，那个弘扬传统文化的人怎么最后是这样？那真是阿弥陀佛了。我的走这条路，一开始就提醒自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最后还把传统文化形象都影响了，那我就情何以堪呢？我也要好好配合才好啊。所以念这一段呢，也是感触颇多啊。尊者阿难，极致思维，看了佛陀啊。放光现瑞啊，他思维道啊，今日世尊色身诸根啊，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啊，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啊，跟着佛陀这么多年了没有见过啊。佛这么庄严的一个展现所以看到了这个缘分呢喜得瞻仰甚稀有心呢。佛现象啊，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很深的用意，所以引发阿难发问了。这个心境啊，我们体会到没有？我们遇到了慧基本呢。那么多高僧大德都希望能汇集出一本善本王龙书居士、魏默生居士，因为有五种原译本的都希望能有一个汇集的善本出来。夏老把它汇集出来了，在这前面的人没有遇到这个善本呢。再来，黄念祖老居士把它注解呢，这是我们的缘
海贤老和尚还表演呢，还拿了那一本《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战身》呢，这个就是肯定汇集本了，肯定黄老的注解，肯定师长一生，尤其在晚年专弘净土啊，专弘汇集本。我们也是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也是身稀有心啊，我们也要看得懂啊，这些祖师的良苦用心啊，要珍惜啊。在师长的讲解当中啊，赞叹阿难的祈请，但是也期许我们了，我们能不能修跟阿难一样的功德啊？可不可以？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不是很相信可以啊，我就不逼你们了啊，我要关心为要啊。不能逼人家点头啊。包含刚刚提到应主，我们遇到应主的教诲也是稀有难逢啊，他开出了成就这个时代人的法要，我们刚刚说的那16个字，敦伦敬分，师长怕我们忽略了，加了是大道。贤邪纯诚是大德，人的德行展现在哪？心念去掉邪念、虚伪、12业。提起的都是真诚，都是念念为众生着想，这是修养的展现的，心念都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贤邪纯诚呢，是大德。信愿念佛是大行啊。信愿念佛啊，万德洪明，能灭众罪啊。而且这个大行是成佛最快的修行方法。经典里面讲，一句阿弥陀佛无上生妙禅，这大行了。禅已经很高了，无上生妙禅。求生净土是大果。那师长秉承应主李炳南老师的教导，也是教我们要先扎根啊，扎根就是敦伦敬分啊，没有扎根，敬业三福第一福没有做到，要成佛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净土宗啊，依止净土三经啊，这个师长在这两集都讲到了，观经对于
净土中的理论重要的补充。是性作佛，是性是佛啊。弘明正章自性啊，净土方显唯心啊。这个理论呢，给我们说明清楚了，唯心净土啊。而《观经》里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啊，就是韦提希夫人发愿要求生净土，佛接下来教导他什么？净业三福。这个我们都要看得懂啊！啊，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往生就做佛了呢。圆正三不退啊，那往生就做佛了，那当然要符合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佛怎么修的净业正因。就是照净业三福修的，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孝敬尊师，慈行不杀，修十善业。所以师长叫我们扎三根啊，这完全就是依据啊第一福的教导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入则孝啊，出则悌呀，啊，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啊。这都是啊祖师师长他们对这个时代的观机呀。这是他们的智慧哦。假如观机没有契合众生的机呀，那很难帮忙众生当生了脱生死轮回。所以这一生能遇到明白人、过来人，这样的缘分都不简单啊。诚德诚敬请教啊，师长啊，哎，啊某某修行人，非常用功，持戒精严，他为什么这一生没有了脱生死？啊，我也是抓住机会请教师长啊，他老人家马上回答。他这一生没有遇到一个过来人，过来人他知道在这个时代啊，要怎么修才能出轮回。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过来人，大家都很熟悉的广清老和尚，那是公认的一个高僧啊。广老修什么？他修禅哦。当然他证到什么程度啊？诚德不敢以凡测圣啊。他老人家往生呢，那在台湾轰动了。一个光柱啊，从空中照下来，他坐着莲花上去的，啊，都有拍下照片啊，大家以后有机会啊，欢迎光临台湾啊，在台北有承天禅师啊，在我们高雄啊，真的是高雄人啊，与有荣焉啊，有个妙通寺。这都是我们广老亲自护持
的道场都有这个照片的。承德年轻的时候去参访过，所以印象深刻啊。他老人家是禅宗入境界的，但是他见到有人请教他修行，怎么知道啊？用闽南话讲的，老是念佛，那个佛念得很大声，老实念佛啊。我还曾经遇到一位大企业家，他就是请教广老怎么修行，广老就给他这四个字。他给我讲的时候说啊，他说广老那个声音啊，像洪钟一样啊，他只要想到啊，那个耳朵就嗡，那个声音在那里响。哦，这大善知识这种慈悲摄受力啊，很强啊。哎，那一般世间的人会想啊，他学禅宗，那给人家介绍禅宗啊，啊，那是外行人啊。真正入境界是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还有念头，我学什么宗的？那他没有入境界了。哦，啊，我们好像听公案呢。好像有人进来见到广老，跟广老说广老啊，哦，你在打坐啊，人家广老也没起一个念头我在打坐，没有这个念头。哦，所以广老说，哦，你说了，哦，对，我对，我在打坐。哦，你提醒我在打坐。好，所以这都是善知识在给我们表演，没有我所啊，没有我修的法门啊，它是应机说法。所以现在的众生要靠念佛才能得度生死的，他都是应机叫人家念佛啊。所以我们遇到应主啊，大势至菩萨再来的，经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啊！啊，李炳南老师虽然只见过应主一次，几个小时啊，应主交代的每句话，刻在他的心中啊，啊，把应主的法脉在台湾发扬光大，受他教化几十万人呢，成就的人可不少啊，少说也有几百人是真正就是可以证明往生的，可能还更多啦。所以这就是我们呢殊胜的缘哦，我们要深惜有心呢。尤其师长老人家晚年这个无量寿经宣讲完整有四次，每一次都大约1200个小时。我们也要会配合啊。大力来弘扬无量寿经，弘扬师长一代教化，我们首先要把扎根表演好，把无量寿经变成我们人生的剧本展现出来。我们也随喜我们德国净宗学会宣讲认识佛教，
修行所种啊，正知见啊。大家冷静去观察，学佛的人呢、啊，很多学了五年甚至八年十年，修学的知见还没有建立起来，遇到人事境缘不知道怎么用佛法去处理。建立知见的人，他遇到境界是用这些正知见去思维啊，去处理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所以修行不在修的时间长短。尤其学大乘，所重建立正知见，而且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才是大乘行者啊！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啊！所以菩提心不发，修行没有主帅呢。会修的一团乱了、所以行安大师慈悲教导我们劝发菩提心闻、我们要很珍惜哦。有珍惜的心就会常常拿起来读诵熏习啊，嘴上珍惜啊，都没有读诵啊，这个珍惜啊还浅哦。接着阿难有珍惜的心啊，就有具体的行为了啊，即从坐起啊，偏袒右肩，长跪合掌。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存心都是我们的学处啊。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这个在印度啊是非常恭敬的礼啊。这个动作啊是表示愿意奉事师长，随时听命于师长的吩咐，乐意为师长服务。那我们学完了，我们要把这个态度用在哪？用在我们当下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老师领导人，我们有没有这种随时听吩咐的态度啊？父母呼应勿缓啊，父母命行勿懒啊。所以诸位同修啊，我们愿意听从吩咐吗？这是我们的学处了。再来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啊，不能说来来随时吩咐我吧，随时吩咐我吧，我们也得做事靠谱才行啊。那我随时准备接受吩咐啊，那又不吩咐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你看学《论语》还是很重要的、心境，做人做事的心境啊，没有《论语》的态度嘛。学大乘佛法有时候心念都会不对，忠恕的存心啊没有建立起来，
真心用不出来的。大乘佛法是用真心啊。所以孔子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忠恕为道不远啊。忠恕跟道不远哦，道就是真心啊。所以忠恕是下手处哦。严以律己，领导不吩咐我，我要反省自己，不能怪领导。这样的心境啊，在《论语》里面贯穿始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家不理解我，我能包容，我不生烦恼，我能豁达，严以律己啊。但是我要理解别人，宽以待人，是不是忠恕啊？不患无位，不患没有位置去服务，去尽力。患所以利，要忧患的是啊，我真的坐那个位置了，我能不能做好工作啊，服务好大众啊。哎，我们现在冷静看看，我们的心念在哪？是先想着在那个位置要先建立怎样的能力跟德行，还是在那里想怎么不让我做啊？我们的心念跟君子跟做人做事相不相应啊？不患莫己知，人家不理解我没有关系，求为可知也。我要自己做到让人家能接受了，甚至是认可了，佩服了。哎，信任不是要求来的，信任是做出来让人家自然而然升起的。可是我们常常心念就是，哎呀，他怎么不相信我啊？然后就伤心的老半天。信任不是要来的啊，所以这个要放下控制的念头，要求的念头。我那个，哎呀，你怎么不信任我啊？那都是要求啊。好，那当然哦，人家希望被信任，这是人之常情。好，我们要能理解哦，恕，人家不信任我，我很豁达。所以越来越感觉呀，我们在汉地啊，学大乘佛法，儒道的基础啊，还是很重要。所以愿意接受师长的吩咐，但是呢，我们也要先呢提升自己的德行、学问、能力，这也是儒家指导我们。不然我们会添乱哦。在《易经》里面有一个典卦，大家都看过典吧？三足典历呀，这个典啊，得到博物馆才看得到了。这个三足典历啊，哪三足啊？德行、智慧、能力。所以孔子说德薄而位尊，德行不够，地位太高，智小而谋大，
智慧不足，干的就是很大的事。力小而负重，力气能力小啊，扛的是大任啊。险不及矣呀，这个灾祸啊，很快就要到了。因为你哪一族扛不住了，哇，倒了，断了，倒了。那个鼎是拿来招待国宾的，结果这个菜给翻了，那就很难看了，那就不好收拾了。所以其形卧凶，卧就是这个菜撒一地了，很难看的，是凶相了。这一段话呢，陈德是太有感受了，就是我的写照啊，很年轻就出来，初生之犊不畏虎啊。啊，不是一族不够了，三族都不够了，啊，德行、智慧、能力都不够。所以也是啊，透过这个京剧啊，鞭策自己。不是要去要一个位置，要一个姻缘来做啊。更重要的是提升自己智慧、德行、能力。不去攀援呢、啊，这也是师长给我们的表率呀、啊。看师长，连出家都不攀援，真的因缘到了，自然而然。有一位福州的同修，福州的同修啊，在3个月内吧，从台北到台中。9次请师长出家，缘成熟了，老人家智慧、德行、能力够了，这个缘就请他出家。大家注意看呢，师长的动作，有没有说啊，终于让我等到了啊？没有，恭恭敬敬去请示自己的老师哦。才做这个决定哦。好，所以我们也要思维啊，我们学一个京剧，比方说我们要随时接受老师的吩咐，但我们也能想到，接受吩咐以前呢，要好好提升自己啊。我们学一句京剧呢，都是呈现一个立体的样子，去体会一个整体，不是只体会一个点，体会一个线，体会一个面而已。佛门说八面玲珑啊，因缘果理事体相用，很自然的能够在方方面面去体会这一句经句。这样来学啊，每一句经句啊，有深度，有广度啊。那常跪合掌，这合掌是表一心的、所有的妄想杂念通通放下，是一心的。其实我们现在做任何事，哪怕是读经念佛啊，
都要一心呢、啊，都要练习，随时能把妄想杂念放下，安住在当下的因缘，那也是对当下因缘的恭敬。我们当下的因缘，我们心是散乱的、分心的，那就没有恭敬了。好，我们一起学习了好几次啊，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普贤大士的十大愿望，第一个是什么？礼敬诸佛。什么是诸佛？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一切因缘都是诸佛。所以哪怕我们跟另外一半在沟通，在听他讲话，有没有落实普贤行啊？专心听他讲，我们现在专心不了，还常常打断他讲话，两个人聊完都很不痛快。普贤行在哪啊？大家可不能因为承德讲了这个，跟大家交流这个德尊普贤交流了十几集哦，然后终于进入大教缘起第三了啊，一下就把德尊普贤第二放下了哦，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普贤行是不能放下的啊，普贤行要时时提起啊。六度普贤十愿，就是当下这一念心把它做出来。所以师长讲解的好细呀、啊。合掌给我们开解，白佛言，白下对上，这是恭敬的言辞。所以礼敬诸佛落实在哪？不是落实在每个角色而已，落实在每句话。善学的话，哦，白佛言这一句就是指导我们恭敬心落实在一句话。善学的人就把它延伸开来了，举一反三呢，落实在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表情。有没有礼敬在？好，那尊者起问了，世尊今日入大禅定，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阿难起问了，因为佛放光现瑞，这个相太好了，所谓成见呢，那师长在讲解当中给我们延伸到佛放光很殊胜，相由心生呢、那我们要从佛相好庄严拉回来自身呢，我的相
也是有我的心声呢。所以师长有提到，四十岁以后啊，就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任了。当然，师长还分析了一下哈，四十岁以前呢，跟父母的相貌相近。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哦。那为什么四十岁以后跟父母的相貌就比较不相近了呢？师长分析啊，因为对父母啊很冷淡了。因为呢，随着长大了啊，男女之爱呀，啊，对事业的这种爱呀，就比较重了，对父母就淡了。哎，诸位同学啊，我们听到这一段了，啊，有没有马上把这一段拉回来自身，关照关照啊？哎，我对父母的这一份爱有没有淡啊？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念父母恩啊，是菩提心哦。对父母的恩德假如越来越淡啊，那这个不是菩提心了。大孝终身慕父母啊，应该是对父母的恩德的体会会越来越深。因为学佛是学觉啊，那会更觉悟人生走过来哪一些恩德啊。所以刚刚跟大家说啊，佛法是不恶法哦，不能在家里的时候很无奈，哎呀，就是这个家拖着我了。常常起，哎呀，这些都是世法，都是世间事。让我读经才是出世法。哦，那假如我们这样的念头那么强了，那家里人找我们帮忙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起一个念头，这个讨债的人又来了，都是干扰我修出世法。哎，我们这个烦恼怎么来的？就是从我们分别是出世法来的。你没有这个分别了，那去照顾家里的人也是普贤行啊。所以执着从分别来的。所以没有事出事法，不要念头里面常哦，这世间这出世间，没有事出事法，世间出世间恶法。六祖大师佛法是不恶法，真听懂了，就会在自己念头处啊，把这个分别打掉。什么叫会修行啊？师长常引禅宗说，你会吗？无量寿经也教我们怎么修行哦。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两句就是指导我们，六根接住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一个意思哦。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老人家在讲经的时候说，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一句话讲了多少次？
哇，我看几乎每一次宣讲，每一集可能都有。讲最多的就是最重要的哦。那这一句话用在哪？用在我们每个起心动念的关照上哦。所以没有是出是法，只有觉迷。觉了，一切法都是佛法。迷了，《华严经》《法华经》也是搞分别执着了。对呀，那个法达禅师念了3000遍《法华经》，最后还傲慢磕头不点头不点地啊。那《法华经》哦，我们就哇，成佛法华，一层中的一层呢、啊。但是关键是觉迷，迷了出世大法也变世间了，世间法了。所以关键是自己的心不在外面的境，觉迷。所以要觉悟啊，觉悟就是菩提心呐、啊，觉悟的心，五星就是真心，有觉悟的心，也会有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一有，一切都有。一个没有，一切都没有。用在自己的关照上啊、哦，这个华严的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啊，很好用哦。啊，会让我们很真实面对自己的念头，不会打迷糊仗哦。啊，我是很真诚的、啊，但是啊，不够清净，那这不对。哦，我很真诚的、啊，但是不够慈悲，这也不对。好，所以真的觉悟过来了，对父母的这一份恩德啊，念恩的心会越来越强。啊，不会说啊，我年龄越大了，以前的事都忘了。哎，真的那个感恩的心越强了，好像会想起很多事啊。而我们的念恩心啊的源头啊，是念父母师长恩啊，孝亲尊师啊。这个心越强啊，真的，其他人的恩哦，也会越来越提得起来了。好，所以师长这段话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教导。我们要念父母恩呢、啊，我们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任呢、啊。那佛啊，入大极定了，住奇特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佛啊，在念阿弥陀佛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宣讲这部经啊，一切诸佛都加持释迦牟尼佛。而念阿弥陀佛是宝王三昧，三昧中王啊。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啊。所以念阿弥陀佛入的三昧啊，是最殊胜的啊，三昧中王啊。所以住其德法，如是妙法性听闻呢，因常念佛而生喜呀。性闻如来亦方便呢。好，我们遇到佛陀的奇特法，度众生，第一善巧方便的法门。性闻如来亦方便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啊，这个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教导啊。遇到奇特法了，亦方便啊，病苦的时候啊，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高兴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念阿弥陀佛，啊，忙的时候、闲的时候，都要记得念啊。啊，尤其海贤老和尚表演，工作不妨碍念佛，不用思考的时候，提起佛号啊。啊，印光祖师有一段法语啊，我们好好体会啊。他老人家说的，谁忙谁闲，不离弥陀名号。啊，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啊，没有四诸四法，只有觉迷呀，所以觉很重要啊。可是要怎么觉呢？要离相啊，不能着相啊。我们一着相了、就不觉了，因为有执着点了。所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你离相了，那才是佛法哦。比方说我们现在学大乘佛法，我们有要求别人的心，那学的都不是大乘佛法。你有控制的心，那没有离相啊。所以金刚般若这些教诲很重要啊。若见诸相非相，他离相了，即见如来啊，离一切相啊，即一切法。一起分别执着念了，就没有离相了，但是不容易哦。所以这一句佛号就是亦方便了。我们一有分别执着念起来，阿弥陀佛。平常都不要起这种念，所以做完事了，赶紧佛号提起来。佛号念得越多啊，我们就越不容易着相了。因为佛号念得多啊，心清净了、能觉照，哎，真的要处理事的，哎，平常多念佛啊，心比较清净了，一起分别执着念，很容易就观察到那个念头了，就赶快不怕念起，只怕就是阿弥陀佛，就把它扶住了，不让它起作用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功夫要下在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可是怎么觉悟很快呢？
就要平常妄念少，佛号多啊，才能觉悟的快呀。好，哦，那这一段呢，师长说了。今天世尊呢，念弥陀之所念，行弥陀之所行，跟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啊，感应道交啊。那请问诸位同修啊，那我们现在当下就念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跟一切诸佛会不会感应道交啊？哦，那当然会咯。所以师长都常常劝勉我们，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我们念一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有一句弥陀的心声呢，四十八愿从这一句话出来的，一切皆成佛啊。所以阿弥陀佛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啊。我们要不要学阿弥陀佛这一颗心呢？要啊，那这样我们的心就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了，一切皆成佛的心境啊。那这样念那个回向偈啊，才相应哦。啊，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净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啊，今天啊，时间到了。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